观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呃，我今天下午呢，演讲的题目就是怎么理解政治制度，呃，跟大家聊一聊政治制度。刚才老马呃提到这个武术啊，其实确实这个我们六合拳讲究的是上三合这个下三合，它其实跟中国政治传统里边一个传统非常相似，就是强调和的这样一种传统。另外呢，近几年武术也是一个新闻热点。 这个好多讨论，比如中国传统武术能不能打这样的问题，其实背后也是个政治问题。呃，为什么这么讲？德国有个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啊，他曾经说过，国家就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对吧？呃，其实一个国家你要想兴盛、制度昌明，那么一定要杜绝私斗。所以你看，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不允许再决斗了，啊，不能拿着枪自己为了名誉而决斗。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进程呢？大家记得贾谊，呃，高中课本有啊，这个《过秦论》里边怎么讲？说叫收天下之兵，拒之咸阳，呃，萧峰镝，助以为尽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建立之后，啊，你们民间就不能再这种私斗了。其实看一看历史上这种私斗，其实一直是人类历史、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常态。呃，所以在历史上，中国比如你家里私藏刀枪，可能罪名还不算重啊；如果你家里边私藏弓弩，那么是个大罪；如果家里边有甲胄，那是可以定谋反的。呃，所以这个这是讲一个题外话。那么回到主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怎么理解政治制度。 我们在那个看微信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鸡汤文，很多人会告诉你，呃，你要有财务的知识、理财的知识啊，要有保险的知识，呃，要有育儿的知识等等，你否则过不好这一生。那么，但是很少有人会讲你要有政治的知识。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就是除了这些知识之外啊，我觉得政治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都在和。 政治制度发生关系，呃，用一句话就叫“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政治之中”，呃，所以怎么理解政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啊、呃。那么，比如像现在新闻里边发生的呃，这个明年美国要大选了，然后呃，之前这个日本、泰国刚换了国王，呃，那么这个香港的街头的这个动荡。 呃，包括这个拉美地区，包括英国，其实背后很多东西，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大家对政治的观念，对政治制度的看法。那么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社会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关于政治、关于政治制度的观念，有很多观念其实是很不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选择？ 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去接受？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呃批评对话的态度？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呃，那么说起对政治的理解，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其实我们的对政治的这个智慧其实是不是特别高的？哎、呃，不像今天上午袁老师讲的，我们对自然界、对科学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掌握，对吧？很多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 就拿两个例子，比如中国和西方来看，我们的政治文化、政治观念，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巨大的局限或者叫盲区。你比如中国，我们中国，你要认识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知，一个是行。什么是知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来了解它，就比如说像读书啊，比较。 这叫知，什么是行呢？就是我通过实践来获取一种知识。那么中国历史上比较擅长的，我们是政治实践。呃，因为大家想象一下，从很早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这种统一的啊，这个比较一元化的这样一种政治状态，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对不同制度的比较不够敏感。 呃，好处是我们可以沿着一个方向不断地去完善、改进我们的制度，所以我们两千多年的制度史是叫“五道一以贯之”，里边有有很多这种经脉型的东西。缺点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这种比较的意识，就会难以产生抽象的知识。呃，所以我们中国在这个政治上可能是长于实践，呃，长于伦理，但是呃，在这个政治科学的建构上可能相对的弱一些。 呃、嗯，你比如说历史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制度，辽代有南北面官，金代有猛安谋克，呃呃，元代有这个什么库里台大会，但是在我们主流的这个史学观念眼里，认为啊，你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或者一种辅助性的，包括我们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一国两制、一国多制，啊、呃，总归认为这个政治的大道还是放在那儿的，所以不会产生这种很强烈的比较意识。那么我们再看西方。 大家如果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会知道西方的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从很早开始，它就有一种强烈的比较意识。其实不稀奇，但不是说每个民族它有自己的特性，当然可能是有特性。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今天，啊、呃，那么都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你在看政治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个印象肯定就是很多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政治形态是不一样的。 你也会产生这种比较的观念，那么这种比较的观念呢？它的优点是什么？它能够抽象出一些呃很重要的政治科学的原则，能够进行那种很深入的哲学思辨，但是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小规模政体的状态，这种分裂的状态，那么导致它丧失了对政治发展的一种想象力。所以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美国、欧洲，我都知道有很多大学者现在还在谈“小而美”啊。 这个我有专门的文章讲过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呃，用句玩笑话讲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精神胜利法。我在哪儿跌倒，我就在哪儿躺下去，然后躺得久了就变成正义了，对吧？就是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那么所以，他的西方的政治观念呢，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刚才讲到中国历史上这种传统，其实在近代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现代世界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天下了。呃，康有为曾经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叫“中国向者非国”。 呃，而曰天下，所以他的立国之法与今大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清朝之前，我们眼里的国家就是一个天下，是不存在比较的问题的。那么从清末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就开始面临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呢？我们在学校里边，在微信里边读到的大量的东西，恰恰是过于受这个西方文明的影响，过于强调这种呃比较了这种意识。那么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丢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这种传统给接续起来。我们站在一个中西呃交融、古今古今中西的这样一个一个新的制高点上，我觉得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应该是呃产生新的观念。另外呢，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这个改变。呃，大家知道刚刚开过中共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呃，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就是中国在制度上要有非常这个客观的发展，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呢，在制对制度的理解是远远落后于制度的实践的，呃，所以我觉得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很有必要。但是怎么讲政治话题？因为政治是个很呃不讨巧的一个题目，因为很枯燥，呃，而且呢，我这个时间也很不讨巧，下午一点钟，我中午都没敢吃饭，怕犯困，呃，那么我就想。 用一个比较可视化的，然后比较能够帮助大家大家轻松切入的一个角度来解释政治。那么我借用了我们自然科学，就是系统论，啊、呃，它是控制论的一个很基础的呃一个概念叫反馈。什么是反馈呢？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呃，这个三角就是系统。那么一个系统呢，它有输入有输出。这个当输出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能够转过来影响到输入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反馈，对吧？ 这个反馈又分什么呢？又分正反馈和负反馈。什么是正反馈？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像这个话筒吧，就这个话筒，它的这个声音如果和音箱发生了正反馈，它就不断的输出到从音箱输出再输入到话筒，最后会怎么样？会发出刺耳的那种噪音，就像我这儿写的，会产生一种崩溃啊，嗯，对，会产生崩溃，就是因为它。 输呃这个输出的结果会不断的导致这个输入进一步增强，最后形成一种指数型的上升，这就是正反馈，也被称之称作叫增强回路。那么另一种呢叫负反馈，负反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呃天冷的时候我们会发抖，对吧？天热了我们会出汗，它其实是一个调节机制。 就是它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系统不会让你偏离这个目标太远。那么负反馈呢？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扩张，它的这种输出到一定程度呢，会输这个进到输入这个这个环节里边，会让系统保持稳定，这就叫负反馈。那么大家带着这两个反馈的观念，哎，往下我带着大家进行一个人类制度之旅，把过去两千年我们人类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制度，用这个反馈理论啊、哎、做一个梳理。那么首先我画了一个坐标。 呃，这个横横轴呢是时间，纵轴是规模。这个曲线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它在历史里边随着时间发展而规模上升的这么一个曲线。大家看一看，这个刚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规模的阶段，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呢，它会，等会儿我会讲到，在某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它会上升，然后。 就像一个荷一个荷塘里边，荷叶每天翻一翻。开始你不觉得，等到这个荷叶长满荷塘的一半的时候，第二天就长满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迅速扩张的一个阶段。但是到了这样一个点，这样一个点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画了一个虚线，为什么？就是就是从理论上它是会无限上升的，最后直到充满太阳系，充满银河系。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系统都是有局限的，对吧？中国会遇到北边的大漠，南边的大海，呃，高山。 这个罗马呢，它会遇到地中海周边啊这个地理环境的约束，所以呢，它到一定时候一定会这个扩张不了了。另外还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它会遇到类似的这个国家或者共同体的竞争，比如像基督教兴起的过程里边，最后遇到了伊斯兰教，那么你也没办法进一步扩张了，形成了一种稳态格局。好，那么当你的扩张在正反馈的作用之下。 扩张到达极限不能再扩张之后，按照控制论刚才那个观点，它会发生什么呢？迅速的崩溃。那么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帝国，从不管是古代的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还是后来的罗马、呃这个波斯、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唯一一个例外是谁呢？中国。中国在秦之后啊，其实更这个。 广义一点讲，从周西周之后，就进入了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点之后呢，它会崩溃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历史周期率。但是到一定时候，它会再再次再次复兴，然后最后逐渐逐渐的接近中间这个线，产生一种回归。那么这个线就是叫什么呢？我讲的叫一个负反馈。这个负反馈的出现，会让它这样一个曲线呢，逐渐的趋于稳定。 但是它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最后会停滞，啊，会非常僵化。好，那么我就讲到正反馈了。人类历史上有哪些正反馈？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呃前面这三种：军事、联盟，然后宗教信仰、商业资本。具体的讲，因为时间有限，呃，没办法展开。军事大家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这个大厅里边所有的人是一个自然的世界。 那么里边有五个人结成了一个帮派，其他的人就很难去抵挡他。最后他会进入一种扩张模式，正反馈，直到把所有的人统治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隔一些年就要打黑除恶？这是人类社会，甚至在动物社会，这是一个一一个普遍的规律。另外，比如像联盟，我们知道西周周文王那个时候叫这个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为什么他？ 不管是道德高也好，还是通过联盟体系也好，他一旦达到了其其二归周这个状态，没有人能拦得住他了。在当时的中国，地球人已经挡不住周文王了啊，所以他就会迅速的扩张，到一定程度。那么宗教信仰也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呃，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你的朋友圈里边或者你的家庭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了几个人啊，信了某一个传销或者某一种邪教，你会发现它的那种扩张力是非常强的。呃，当然历史上的宗教呢，我们不能和邪教来做简单的对比啊。但是宗教和信仰，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价值观啊，包括自由了、民主了这套观念，它都有一种很强的扩张性。为什么？它是一种自我增强的一种机制。 这是一个就是客观的判断，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人群里面有五个人信了某一种东西，那么他就会让更多的人信，有了更多的人信，他就会更强。比如像教会，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机制。那么到了现代社会，这个宗教呢，在西方呃文艺复兴之后发生了这个叫世俗化。那么世俗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呃西方文明还要靠一种观念来进行凝聚，那么就转化成比如像美国的这个宪法后边的这个。 人权法案，法国的这个呃，法国的这个人权宣言，啊、呃，这个包括后来欧盟的这种欧洲人权公约，它靠这种东西形成自己的一套信仰的体系，啊、呃，形成一种正反馈。那么商业和资本更简单了，呃，这个商业本身，你越赚钱，你越有钱，在历史上，呃，迦太基啦，包括像我们历史上的元代，都有某种程度上这种商业帝国的这种特质。那么到了近代。 呃，这个马克思讲，把一切关系给转化成金钱的关系。共产党宣言里边有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这种传统的以物易物的这种贱买贵卖的商业模式，转化成了现代的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最强的一种正反馈机制。如果没有东西来阻挡它，那么资本主义一定会扩张到全球，呃，把整个地球给覆盖掉，就像一种病毒一样。呃，那么最后的结局呢？我刚才讲了，会崩溃。 人类的大崩溃，那么好在呢，产生了系统外的抵制，比如像共产主义啦，包括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他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抗拒，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比如像印度的这种印度教民族主义啦，中东的一些这种宗教的思想，它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机制的产物。那么最后一种是技术和信息，呃，怎么讲呢？这个应该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我觉得已经站在这个门槛上了，就是人类的科学技术以及信息。 大数据啦，这种东西，人工智能这些东西，它也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个正反馈也会无限的发展。那么，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啊，这个信息数据都是在这个被手机的服务商或者某一个呃社交软件的服务商所控制，那么是不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种新的统治的形式啊？所以这四种我把它称之为叫正反馈机制。 那么什么是负反馈呢？任何一种正反馈机制，如果没有一种负反馈机制把它给稳定住，它一定会无限扩张，最后崩溃。所以你看，近代历史上，呃，这个古代历史上，很多大帝国都是靠军事或者联盟扩张，最后崩溃了。包括中国的秦和隋两个朝代，其实就就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统一天下之后，怎么能够这个不再马上制止，我能够把军队给复原，能够转为一种。 这个叫民事状态，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呃，结局呢就是崩溃，然后带来了汉和唐这两个超级繁荣的朝代。呃，那么这个宗教信仰了、商业资本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靠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这种负反馈呢？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强的一种机制就是封建制。这个我们中国的西周是封建制的老祖宗。 呃，是最早创建这种封建制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周的统一，它不是完全靠武力，啊，它要靠联盟。所以大家在读武王周武王在伐纣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牧师《牧室，牧室里边讲，我有邦种军，就是有很多人要帮助他，我们来灭掉商。另外呢，商是一个大邦，对吧？所以周人管自己叫什么？叫小邦周，面对的是一个大义商。那么以小制大，最后我只能通过一种。 这个制度形式能够把你稳定下来，最后建立这种亲亲的原则，通过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建立了这种封建制。那么封建制为什么讲它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呢？呃，其实很简单，封建制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是以土地和农奴、人口，对吧？然后这个隶属关系是分层级的，所以欧洲讲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那么国王只能管到贵族，贵族只能管到骑士，骑士能管到这个下边的农奴。国王是不能直接找农奴的，所以他他这样一种等级性的结构，啊、呃，决定了贵族是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来制约国王的扩张冲动。所以你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进入了一种封建化的状态，它的扩张冲动就会受到抑制。所以欧洲历史上这个十字军东征了这样的现象，你发现是封建制度驱动的吗？不是，是靠什么呢？ 靠宗教，靠基督教，他才能；否则，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呃，一个面瓜，呃，任人摧。为什么？它不可能再产生这种扩张性的机制。那么，封建制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只有中国是完全走出了封建时代。 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历史上，不管欧洲历史上还是阿拉伯、波斯、印度，都是长期并且多次重复产生这个封建制。就是当一个帝国兴起了，他把封建制消灭了，但是很快他衰落之后又重新发生封建化或者半封建化。比如说奥斯曼土耳其的地马制，像印度一直到一八五七年这个大兵变之后，英国人才开始去消除印度的封建制，开始搞搞这个类似于我们的郡县制，就是官僚制度这套东西。所以封建制是非常。 这个呃，坚韧的一种制度形态。呃，那么我最近还我们十二月一号刚出版的《东方学刊》第六期，呃里边有我一篇文章讲美国的制度里边的封建封建性因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第二种负反馈机制是什么？官僚，也就是我们秦代创立的郡县制，郡县制产生的官僚。为什么说官僚制是一种负反馈机制呢？大家想想很简单，因为在同一个生产力水平之下。 科技水平之下，一群人，他的官对官僚的数量的需求是是固定的，百分之多少人来统治的百分之多少人，在某种生产条件下是固定的。那么这个群体一旦形成之后，就像秦之后以吏为师，形成了这么一群官吏群体群体，他们对扩张是不感兴趣的。为什么？你多占了几个县，对我来讲没有相对收益，因为我的工作量增加了。 那么，你如果不增加我的工作量呢？那原地还要产生新的官员，跟我也没有关系。包括这个权力的向下扩张，他也没有兴趣。所以，这个官僚制天生的是具有保守性的。官僚制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一个是保守性，一个是文牍主义。呃，今年有一个很热的一个网剧叫长《长长安十二时辰》，里边有一个性格很鲜明的人物，就是静安寺的徐斌。呃，大家有印象吧？这个徐斌，他脑子里天天装的是什么？治理国家。 最后他想到的是，我怎么多造纸？我造了纸就能治理好国家。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官僚出身，所以一切都要写在纸上啊，落在笔上。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苏丹曾经有一次给下边写诏书，说你们下边那些官僚，你们少用点纸，你们不用什么事都请示汇报，不用什么事都写在纸上。为什么？这是官僚的本性。 大苏丹他要反对这个官僚主义，所以肯定他要去对抗这种东西。因为土耳其人他没有中国的这种造纸术，没有徐斌，对吧？所以他只能通过发诏书来要大家少少写字这种方式来解决官僚制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里边面临的也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官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官僚喜欢腐败。 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都是平民出身，官僚是最早的一种平民政体，是穷人子弟可以通过考试啦，或者通过进入教会上神学院来获取政治权利的，呃，可以跟贵族谈笑风生。那么，所以他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为我的官官位只能干这几年，不能遗传，不能继承给后代，我也不能这个垄断，而且还经常要流动，所以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官僚制反腐是一个。 永永久的命题，那么有了这两这两种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基本上解决回答了我们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比较稳定的长期的这种政体存在的秘密，比如中国，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呃，这个阿拉伯帝国等等。那么我旁边还有一个组织，组织其实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负反馈机制，它其实也有正反馈，这个东西产生自哪儿呢？主要产生于宗教和这个商业。 那么，大家看过美剧叫《权力的游戏》，里边有一个情节，呃，那个有个老麻雀，对吧？他通过建立了一个宗教，啊，就能够和这个皇权、王权去分庭抗礼。 它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现象。那么，组织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少，但是也有。比如一些日本的史学家就发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背后往往会有一些这个私盐贩子或者一些这种贸易团体它形成的这种组织。但是总体上，中国在组织的这个方面是比较弱的。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时候，中国学习了来自于这个列宁创建的这种组织原则。 把这种建党的原则拿到中国，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官僚制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中国这种非常高效啊、呃，非常呃这个呃国家能力非常强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这是简单的讲了一下负反馈机制。那么我们再看，在历史上能够解决国家稳定的，呃，这个《易经》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可大可久”。什么是可大呢？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要能够大。什么是可久呢？你要能够维持稳定。 那么我刚才讲到这两套机机制，四个正反馈机制，这个两个或者两个半负反馈机制，他们的这种结合形成了可大可久的格局。但是现代社会进入了一个什么时代呢？一个人民主权的时代。皇帝没有了，呃，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归于人民。不管真的假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说我的国家的这个主权是归于人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人民主权的状态下。 这种政治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呢？就是这样一张图。我们看一看这个这个图的最右端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右边我忽略掉了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各种正反馈机制、军事联盟，涉及的是政军关系；商业资本是政商关系。我们这几年这个党中央特别强调新型政商关系，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宗教信仰解决的是政教关系。 然后科技信息解决的是政政绩关系，那么怎么能够用政治权力形成一种有效的负反馈机制，对所有这些正反馈的扩张力量进行制约，就是人民主权怎么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上午袁兰峰老师就讲到这个，他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发明了一个很新的技术，但是这个学术官僚就。 这个被给否定掉了。那么其实这背后反映的就是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科学家他代表的是一种科技信息的这种正反馈的力量。那么学术官僚他代表的就是这种负反馈的力量。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袁老师的观点，就是因为我们要鼓励创新，但是呢也要有一个稳定的机制能够对它进行约束。否则，不管是军事力量、宗教力量还是科技力量，它都会变成一种暴政，会反过来来压压迫我们。那么我们需要政治权力。 但是人民怎么控制政治权利呢？大家看一看，今天世界上就是两种模式。我们网上经常看到一句话说：“中国这很不容易啊，因为中国面临世界上就两个国家的一种局面。呃，这个环境要跟这个瑞典比，工业要跟德国比，军事要跟美国比，最后发现世界上就两个国家，一个中国，一个外国。呃，在过去这这么些年呢，我们中国和这个外国比，做的还都不错。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如假包换的，基本上现在就是这两套，中国为主的一种形态。” 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这样一种形态，那么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解释？人民控制政治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参政，对吧？在西方是公投，啊，中国呢，比如我们各种各样的协商、协商机制，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包括我们温岭的这种啊实验，它其包括我们的基层自治，都是一种直接的参政的方式。但是也有一种极端化的形式，比如像文革，文革就是一种。 大家看一看，文革叫砸烂公检法，对吧？把这些东西都砸烂了，然后踢开党委闹革命，就是直接参政。在历史上，人民大规模直接参政的后果往往是不是特别理想的，包括今天的英国脱欧和这个二零零四年欧盟宪法条约公投啊，这个例子都摆在这儿。如果将来有一天苏格兰公投了，啊，有一天美国公投了，我相信那个结果，呃，不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啊，呃，也有可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laughs> 呃、嗯，开玩笑。好，除了除了直接参政，那么还有，我就讲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它是什么呢？通过选举来选举代议代议制的代议机关的议员，然后他们立法，然后还有呢通过选举民选官员来执政。另外呢还有一个司法权，所以西方的三权分立就是这儿。 行政、立法、司法，对吧？但是大家看一看，这儿少了一根线。这个司法并和没和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三权分立里边真正的权利的根源在哪儿。嗯，我就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有一个法案在美国通过了参议院、众议院的表决，然后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最后谁可以宣布它违宪？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它违宪。 但是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都是从名义上是代表人民的意志。那么最后有一群由政党任命、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然后没有经历过任何民主的呃认可，并且任期终生的这样一群人，只有九个人，他可以宣布一个法律违宪。说明什么？说明在美国的制度里边，对人民的意志是有一个最终的刹车板。 当你跳出我的这个圈儿的时候，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个圈儿，我一定会让你刹车的。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在很多有争议的这个司法案例里边，九个大法官投票是以五比四通过。那么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全国人民利益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是由一个人的票决定的。那么，这究竟是一种 democracy 还是一种 dictatorship？我不做定论，大家自己可以去思考。那么，中国的体制呢？ 呃，不一样。我们是首先也有直接参政，我刚才讲了。另外，我们也有选举，选举是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并且人大里边有很多我们的很多官员是选举产生的，对吧？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的这样一个体系，就是历史上的文官。文官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官僚制。这个官僚制是在中国历史上得到最早、最充分的发展。 一直到近代才被其他的文明所学习到，比如说英国是在一八七零年才开始建立比较成熟的官僚制度，你更更不用讲这个地方行政制度了。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我们战国都有了。英国到十四世纪它的首都才逐渐稳定在伦敦，中国在这个先前就已经有稳定的首都了，对吧？所以这个官僚制度呢，在美国是一八八三年彭德尔顿法。 才建立了这个官僚制度，所以今天的美国和历史上的美国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历史上的美国，一八三一八八三年之前是没有官僚的，全都是政治官僚，全都是选举出来的这些政治官员、政务官。那么中国的这种文官和美国式的文官有什么区别呢？大家看一看，美国的文官不是一个国家的轴心制度，而是一个辅助性的制度。首先，它的层级被限制得很低，副部级以下。 啊，然后你不能参与政治，当然不一定他没有权利，他有可能权利很大。为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们那些民选的总统了部长，你们天天换，老老子是天天在 CIA 的，对吧？我干了一辈子，我是中情局的这个官局长。那么这些人就是今天特朗普天天骂的叫 Deep State，里边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深层国家，他们掌握很重要的政治权利。但是不管怎么样，按照中国历史上的话来讲，这群人不是官，而是什么？而是利。 今天香港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国殖民制度下造成的这种行政官员的这种利源性质，在今天暴露无遗。利是只能行政、只能操作，不能政治斗争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将来要解决香港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国最得独特的是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党。这个党是什么呢？大家看一看，西方政治学强调的非常多的是程序正义。 什么东西都要讲程序、讲法治，对吧？但其实你看一看真正的程序，如果没有了一个最终的权威，它往往是运行不下去的。所以在西方，这个宪法就叫宪政，它其实是什么？它就是在程序之上有一个终极的合法性的来源。当然，它这个来源来自哪儿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宪法是很少的人起草的，呃，一群地产主，然后没有经历过人民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 创创造性的革新啊，当然也有一些修订修订，但是总归它还是代表资本利益的，所以它能够形成一个最终的权威。那么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最终的权威呢？是在这里？为什么党的这个权威来自哪儿？不是来自党本身，而是来自于这条线，来自于你代表人民。 你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这个党的这种组织，呃，通过党的这个党员构成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这个党的制度、党的纪律，最后形成了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整体利益的代表者，他能够对所有的这些力量进行一个一个总的统摄。所以大家看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边讲什么？党领导一切。那么就是这样一个。 结构，那么大家比一比这两个图，你就能看到究竟这两种制度啊、呃、哪一个是更有效，哪一个更民主，哪一个更合理。这个我不做结论，大家可以从这个图里边自己进行推导。讲座就讲到这儿，后面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这个聊天交流提问。谢谢大家。